然后美湾这一款拆除建造2018，直接开始吧。挖土机，就是来拆东西的，应该是蛮舒压的吧。他说你已经在那里嘛，看你花不少时间，但是让顾客等你是一个很差的商业行为。你最好尽快处理合同，我不需要你在工作时间休息。合同是合约吧？你不知道如何接受合同，点击你的旁边的拆迁标志试试。我不知道怎么没吵了你，滚去工作。这翻译好奇怪。合同，这是签约合同赚钱一个好方法。这个吗？通过业检查合同。OK。评级载具哪里啊？胶层 T 是胶层，功能视角，互动特殊工具 H 哦，先关掉。合同产地，你的办公室。功能载具，与地图上显示，是这个吗？这教学超不明显的。关卡11，好像是这个这个。他说互动嘛，赌场餐厅，我们正在把这个老赌场改成餐厅，但确保重装前需要拆迁一些墙壁，确保你在拆迁搬出那些老虎机。准备，它有点话说有点灵敏，我调一下。不能调哦。等一下哦。游戏设置镜头的速度吧，有点太快了。这样吗？等一下，再慢一点。这是什么装载啊？他说要把那个老虎机搬出来吧，我怎么搬呢？功能的视角啊，它可以显示最脆弱的，好像真的有这一根吧，所以我要先，我怎么搬呢？椅子拿出来，怎么不是要拿那个吗？这样吗 ？OK。椅子，等一下，那声音就突然变小声了。把它大声一点。撞一下它就掉了，真麻烦。拆除。他不是说要把那个老虎机拿出来吗？怎么是拿椅子？他那个很灵敏哎，我已经尽可能的，但是很滑，就是他移动速度，你可能是因为移动速度很快吧，让我觉得很滑。任务完成，移除电线，我要怎么移啊？这个吧，我按一下就掉了。就是点一下就掉了，还有哪边呢？功能视角这边，合同解约就算任务完成。他说要拆除房顶上的，我怎么上去啊？这边有狮子可以开窍是不是？哇！他睡得好四分五裂，其实敲地基的话他是最快的，而且我这样拆还有钱可以赚呢。他说拆除墙内的内部，内部是指黄色那一块吧，他都有提示跟你讲这个吗？这样不会垮掉吗？
想要猜，所以我多猜了不该猜的就会出事了。猜，它有那个砖外层跟砖块，它每敲一个就2块钱，所以我们像是打杂的人一样嘛，就是他希望做一个装潢，然后因为他有能力要拆东西，所以希望先找一个专门拆手。所以其实应该是敲下面是最快毁掉上面的，就是如果按照原理的话，可是好像会掉出来，我现在要整个把它敲掉才行。为什么我会只拆了里面没拆到外面？真不可思议！还有这一面，我先拆下面看看，因为看你怎么拆会比较快了。这样没有用。哎，有真的有用，先拆下面比较快。他说按 Enter 已结束，结束，就这样。总计奖励花费包括灰尘清洁费，好，大概懂。然后我就是赚钱，然后买更好的家具之类的。他说我们刚接到客户的来电，他说你弄坏那个柜，他说你弄坏那个柜的钥匙是雕像，你知道对合同产生多大的影响吗？顾客自然资源公司别想了，我受够你了，你被解雇了，不要让我看到你了，一群训练过的熊都比你来得好，所以我找到一份新工作。啊？他说：“嘿，我听说头头把你炒了，别担心，我也辞职了。那个头头给我们的钱太少了，而他闻起来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大猩猩。我们开一家自己的公司怎么样？和我的意思是。”机器和工具，我给你的账户打点钱，在你的 GPS 上标出一个好房子，去那呢买下那个办公室，我们公司就在那里。哦，对了，附近有个停车场，你把卡车放在那里，那你就不用走路过去了。地产，他说你现在可以投资购买地产，你需要完成一些才能获利。地产可以存档吗？先存个档吧。进度。啊，他是直接这个，有保存游戏，一个地产这个吧，有点远呢。啊，我的车子在哪？卡车开过去，哪边有卡车？自己走过去算了。发现车库。啊、路上还有车，我要切西瓜过去。问号是任务吧？发现的办公室提示，啊、这问号只是一个提示嘛，所以我是你要你需要将设为此办公室才可以开始工作。购买哦，10000块，买下来只剩3000多。奔。你的办公室无需拆哦，拆啊，我还得要自己拆哦。购买，等一下，接受任务分配工作，没有功能，所以要自己来打造自己的房屋，这样吗？这是怎样？皮卡车，派出采具，哪边啊？哎，这一台哦，好小哦。他说拆除废墟。这样吗？哦，连自己的办公室都要自己省钱整理，就对了。而且他敲的也很精细，都不会敲到那个窗户或者玻璃。在哪边呢、啊？
你擦干净吗？还有上面。等一下，二楼要怎么上去啊？这边。上面，这边三楼。这边吧，这要怎么出去啊？我总不能从这边，应该是有楼梯爬上去吧？如果从内侧敲的话，应该会出事。绕一下，这个房子有点难走。哎呦，这边呢？搞定。再來是拆除废墟的这个吧，这个真的，哎呦，这样比较快啊！拆了下面地基拆掉，就整个崩了、啊。而且它因为人没有血量的样子，所以掉下来我也不会被砸死。还没拆干净呢，他就说已完成了。第一阶段，那阶段一，噔，说最近怎么样？下一个，你弄好，太棒了！我们需要一些重型机械，从而获得一些订单。他说他在地图上标示一个机械商店，你可以开车去哪，或者是通过地图点击目的地坐出租车过去。那我车在哪？这个吧，每次都要把他呼叫来。Go。有车就比较方便。为什么问号啊？是红色的。看一下，商店，工具商店。可以切西瓜吗？不行，因为那边是一个栅栏，所以我一定要走正常的路。哦呦，差点撞车！哇，堆土机是哪一台啊？堆土哎、欸，这一台啊，大堆土机2000，那、啊、这个是。挖掘，啊，这个是压路，啊，堆土机2000块，购买。噔，你成功购买了机械，但要使用它还得通过测试。你附近应该有测试标，点击它开始对进行堆土机的测试。啊？关卡，是时候检验你的堆土机技术了。然后呢？路过什么意思？啊？在哪里啊？堆土机这一台吗？他说经过驾驶点。哎，受伤了、欸。就是不能大家直接撞到，你就是可以把它轻轻挑掉，但是不可以让它掉下来的东西砸到那个你的载具。
任务完成。啊，我坏了，我还得要修。任务完成，要怎么整理呢？压过去吗？看起来不像。哦，有了有了，就只是撞它而已。但它那个可以调上下高度，所以因为它是土嘛，你要把它铲平的话，要把那个前面那个往下放。基本上好像不用全部，因为还有一部分没有。嗯，又来了。我觉得你准备好了，在职业蓝学应该有些合约赚点。为什么不给我工作？我会给你钱的。他说：“我更像做一个投资者，当你做其他的时候，我有点提示。尝试收集废料或是手提示什么，购买一个机器人啊？爱公杀小，地产。”工作，但是工人不用工人啊，自己来吧。加油站，酬劳1500哦，红色的那个就是哦。这边就有一份了啊。直接开做吧。将公司的评级提升为 D， 好，是加油站吧？然后它的接点要在哪？发现，我看一下啊，诶，它虽然有工作，但是我要从哪里接啊？因为它这边没有看板，可以进去吗？不行。等一下啊，他那个问号有些是场景点哦，哦靠北，哦不要，嗯，还是这个红色才是啊，先把它设为。那这有油吗？哎、欸，真的有油哎、欸，所以哦，我还要自己来加油哎、欸，因为我后来发现右下角那边有个油量表。打阵。看一下干嘛？工作会很脏，要拆除厕所墙，就是那个吧。哦，够。哪边呢？移除电线，然后好像要送到什么容器内？哪边是容器呀？啊，这个吧。这不是，这根本只是一个，它要是一个打杂的功能，然后。有职业合照的那个职业证照的可以合法施工。欸，我有两个工具耶，扳手跟锤子，扳手不知道用来干嘛的，修理吧，自己修理机械。他好像都是要先拆掉电线才可以开拆。拆除瓷砖是这吗？不是，我靠！
对，先拆下面这一根就会全掉了。这个玻璃好像没办法，要一个一个敲。但是其他的真的是可以先打下面，就可以省很多时间。啊，这个木门就比较尴尬，有些不好拆。这个真的是可能要看有没有更好的工具吧。那我觉得工具如果提升效率就会快很多。它那个黄黄代表就是没有敲成功。就是还要再把它敲。欸，玻璃好像也可以这样玩。蜘蛛掉就可以。哇，都没有拆干净。就还有啊，但是为什么敲不了？哎呦呦，角度好像也是一个问题耶，我空位老半天。啊，因为它那个垃圾啦，掉下来的算是已经把它拆掉了，但是实质上好像它没有消失，所以它会当一个像是护盾卡的那个。我要想要打的那个位置，所以就会变成是，其实你还是要把它打掉，那这个消失，不然你会没办法打到那个中心点的位置。好，这一间清完了。不过这样赚钱其实是小亏，因为它拆一个物件是两块，但是如果你用掉下来的方式的话，它就等于少赚那两块，就是可以多敲的点，但我觉得还好，那两块。来着。他其实还没拆完呢，他其实要的是条件这件事情。
感觉。我感觉有时候数量跟它的完成条件有点对不太齐。就是虽然他说我只要完成就是300个，但是他实际放上的物件可能有320个这样子，所以很快任务就会先打。所以如果果然没错，那我大概懂了，有个偷工减料的方式。差一个地方就有器具可以用了，这么爽。因为他差一个合约就加了2000块，加油，顺便加一下，看是怎么加。重新加油。哦，为什么花的是0块？哦，有花1块钱。它的功能应该是帮忙来拆的吧，我猜，就是可能两个人动手。到达啊，好啊，这是要干嘛啊？他要推土车哎，但是要先把那个拿出来，要先把他的。打拆除桌子，打破窗户，但是他要椅子。我靠！他这个我感觉啊，我自己感觉，防尘是什么？喷洒灰尘吗 ？OK。他这个感觉，他有些条件蛮宽松的。他应该是要整个把这边拆掉吧？我觉得比较高刚的是这还可以出去，那拿出去啊！我要怎么喷啊？等一下，因为目前还没有，应该是。就敲一下就好。这也蛮厉害的，那玻璃明明就在，有个椅子上面有放好。这个掉出来了，进去啦！他要掉出来，他真的就没办法列入完成。有了，拆除栅栏，要拆除，这怎么用啊？对啊，等一下。按这个、啊，有了，啊、哦、有，哦，它这个有灰尘啊，所以你在拆的时候会要不能要帮它洗干净的意思，拆除栅栏，所以我等于这边都要撒了，不然会有那个，但主要的应该是房子。那为什么要那么高刚啊？一开始那个什么，椅子搬出来的时候，既然整栋都要拆的话，连干脆就直接用那个堆土机直接把它这样碾过去不就好了？啊，我想说怎么要这么高刚？
把它先洗干净。哎，没水了。真假？啊，还有还有，应该是刚刚撞到了。这要洗得多干净啊？也不知道那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啊。我已经尽量在乱喷了，哼。应该是可以上的吧？咻！等一下啊，我还是要把车子叫过来。看一下，uncle，哪里哪里？开工。哪一间？就一路撞过去就好了。没有难度啊。那个红色，OK。哎，还少一根呢，靠呗。哇！猜到我的那个看板。如果要拆这个，把脚架给压掉不就好了？啊，完了，会打到我的机器。哎呀，刚好可以试试，所以是拿扳手来修吗？欸，真的是哎，赶紧修。擦边前进吧，因为其实要让它倒塌的话，就是最快就是这样，把它支架给毁了。哦，返回。哦，重伤。这个位置也蛮危险，因为上面会掉下来。哦哟！对啊，我真的觉得一开始那个拆玻璃超多此一举的。现在在往上升嘛，上是这样，而且它有个最大的高。再往下，哦，哦，灰尘有点严重。都是灰尘，先下来修一下。哎，我觉得好厉害哦，他这样自带会修理。哦吼，那如果是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全力撞吧。哦，因为我有点小 care 那个灰尘到底怎样，可是看起来好像。整清洁费要100多，那算了，小意思。所以他那个还是会扣，没关系，小钱。下一个，
市场。他说可以自己去收集金属啊，是指这一块吧？可以赚钱。所需条件缺失，哦，他有一些器材。大型推过千机器人缺失，先做能做的吧。我看怎么远啊，这个地点完全在哪啊？现在有点远呢。这个就到得了，但是没有工具，所以我要先去买吧。这个先去买这个好了，什么磨料具？哎，工具耶！所以我到底要去哪里买工具啊？还是可以改装，是不是？哎，真的是燃油价格在磨损时换它。这边有工具商店、加油站、机械商店、工具商店，都是在这。在展现无法的设定地点，Galaxy。冲哦！诶，这好像有个哦，龙掉。他这边有个工作机会啊，老加油站这边不行，因为没有那个。现在有8000块，我干脆把一些载具都买一买。这样工作都可以接。这车子也蛮强，耐操，撞车都这么稳。还有日夜变化。因为我没有功能，就不用付薪水了，所以我就一人资本，我赚的钱就是我的薪水。工具商店是这吗？这边还是放在架上让我挑吗？真的？哎呦，扳手。这个吧，爆破弹这是道具，而且他说只有部分的他会允许用。反正买一买吧。然后我现在剩3000嘛，刚好快了。反正都是必要的工具啊。欸，它还可以重复买，这个又可以再买一台。哦，我要买这一台吧，上会不会够吗？啊，看7500，哦，看贵哦，没想到这么贵。那我先做可以做的工作，这个吧。他那个拆房子的获利比较高，但是如果只是拆那种小家具的，感觉获利就偏低。但是拆整个房子，因为有需要堆你的载具，所以就会比较。
麻烦一点，没有那个载具你就不能骑。这个地区吧，房屋可以购买的这一块地吧。哎，怎么会有个人？他说他们需要拆除地下水库的管道基础设施。不管了，开始。安排一个老员工，什么老员工？啊？什么意思？安排一个，把它撞掉吧。没关系，我先去处理切割管道了。我看这也太多了吧？哎，等一下，安排一个老。工我看一下，难道我真的可以安排吗？等一下，比如说我找一个功能，嗯，然后呢，我雇了，那我要怎么把人给叫过来？就绪，比如说我把人再过来。到是到了，然后呢？切换版主互动功能视角菜单，我要怎么把人给拉过来，让他指派送？等一下哦，这边有个派送，他没有教学，他妈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一脸不飒飒，应该是没有点到那个。帮我看一下说明好了。键盘设置，看一下，我自己来看比较快啊。工具一，显示教程菜单，功能视角，控制轴，使用工具。是一吗？不是，安排一个人，我靠，他有没有教学啊？完全不懂怎么用。派送，只说就绪，但是载具，游戏。我觉得应该从按键那边应该可以吧 ？EQQ 吗 ？Q 接受应该是 Q 吧？也不是、欸。结果还是要靠我一个人吗？还是我要把他先送过来啊？机械先送过来，然后我要怎么安排啊？滚轮。
他那个教学还得要自己先碰到那个问号或者是相关的吧，然后现在我就整个卡住了，因为我不知道场景上的。好，想一下哦。然后是跟他讲话才会触发吗？需要清理、关闭、取消。每个都按看看啊，你也不知道。然后不然就是看一下哦。员工进去吗？脱掉吗？不是。他是要把他拖走，是不是？不懂，他这个真的没教学，我就真的不懂他到底要干嘛。等下建筑还卡着，算了，我自己先打看看啊。这是不能破坏的吗？转不掉。它只有当你碰到的时候才会有，所以锯不掉了。到底要干嘛？为什么完成了？是把它推出去，是不是？这样吗？推出去，就是它范围内不可以有这些东西。哦。那我的功能到底用来买干嘛的？还有浪费500块。上路，推，就是把垃圾推到别人家这样的感觉。推不动了，靠，它卡住了。为什么会推不动？是前面那个吧？啊靠，前面那个撞到了。Go， 冲撞它！它那个不可破坏的东西啊，你怎样好像就没办法把它破坏掉了。就算撞到他也不输。下去，下去吧你，生意还啊。结果我走这，你看这边就不会，他那个墙壁超强，完全无法破坏。没关系，我把他推走就好了。干，还有浪费500块，买一个烂员工。不知道怎么用。
还是要把这个切掉吧。欸，等一下哦。哦，这个就没办法偷鸡了，感觉。所以你有公司的，离我的客户远一点。他在呛我，因为我现在是他竞争对手。啊，哎，我知道大概哪边可以偷工了。就好了，因为如果中间有三段的话，就是中去剧左右两边中间那个就会掉下来了。哎，它是掉在这会卡位。怎么要分这么散呢？只聚几个？然后试验一下，切左边，然后再切最左边，一次完成就不用，可以少聚一点了。哎、欸，靠，割不了。这个它东西卡在那边过不去。不行，上面那一根没办法，它是卡住的。这个应该是刻意的设计啊，因为这个要蹲下或跳过去。哎，它有插到哪一块啊？靠，在这。这个要怎么上去啊？可以跳跃，跳跃哥，这样也行哦。工作。沙龙拆除，哎、欸，他每次都会补三个过来，这个吧。重点是这里到底是哪里啊？看到底有多远？哦，干，好远。他一定没，我觉得是这样，那个他的教程一定没想到我会这么早就请工。所以他就没有功能的教区，猜测了，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蠢？下去踩一下那个问号点到底是什么好了。购买材料，这不知道干嘛的，应该是对啊。算了。我原本那一家的声望评价是最高的，然后是最低的，因为白手起家，所以我现在也是。跟他做一个竞争。
路上都有一堆废金属，不知道在干嘛。我去看一下。他说我该不会就是这些吧？欸，这个，是这个吗？不是。看起来不是欸，算了。看起来超远的。这个吗？不行，不行啊！知道了，我应该是用这个鹰眼视角功能的视角去看哪些有特别的变化。这样走到底是对的吗？怎么感觉越走越远？他给我的标示，好像是在荒郊野外。那个探索完全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我觉得之后真的要接工作，因为刚刚是没得选择，另外两个都没有载具，不然真的我应该也要选择，就是尽量找近一点，会比较方便。不然就看那个他那个计程车是帮我直接传送，花点小钱直接到。保安停车场，他要移除欸，我可不可以直接用撞的啊？我可以不是？我存个档好了，因为我的感觉就是他就是要整个把这边移除，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纲呢？带劲呢？所以我决定试试，因为他整个都要破坏嘛，移除电线、打破窗户跟就是拆除这些东西。那我直接把他那个毁了，不是更快吗？先按我的那个水咧，因为上面怎么有个像飞碟造型的在上面呢？对啊，上面怎么有个飞碟啊？这飞碟梗，没关系，直接按扣。的怪手，为了推土机，直接开工。哦，不行欸，上面真的是飞碟耶。啊，干，啊，这个真的是，应该怎么说，就是很蠢，只能这样说，因为。因为怎样都是要把它在这边移平啊。却要这样，就是一步一步来这样。因为如果是我，就直接就是压过去就好了。要这么高杠。
个窗户，放上一个 UFO， 是什么东西呀、啊？紧急合同。他说有个紧急合同是哪一个？这个吗？有保安的停车场可以赚钱。所以现在是怎样？派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管了，我要拆了，开拆。那我的车车在哪？够。非常严重。翻译很奇怪，你放上一个 UFO 应该是指说把它送走嘛，所以等它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接它。哦，非常好严重哦！是真的还蛮严重的。那个神，哎、欸、啊，我那个喷喷的在哪？那头都把我放去哪？在这。先突然大傻释放一下，哎，等一下垮的时候，整个都是灰尘。好上。哇，灰尘好多。管他的，呜！哎呦！灰尘爆棚。先来修一下、喔、那个要垮了，掉下来不会坏。为什么还不会掉下来？啊！那我 F 点它。这个是要怎么送啦、啊、哦天哪、啊、他真的不教我一下吗？拆掉吗？派送到底是什么鬼啊？嗯，因为我一直在看它设定哪边是切换模式，聊天，嗯，特殊交互，这个我刚按过，使用工具 EQ 接受，
然就是先把它拆下来，因为它现在好像还没掉下来。完成。然后呢？是灯吗？应该有一个按键是给我每个都让看看啊。觉得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而是不知道怎么去。可能是哪边要按吧。我台车后面卡了好多人，这到底要怎样派送？空人。去我上网爬一下好了。这真的太扯了，他竟然没教我怎么拍松。等我一下下，我查一下，因为那真的我都不懂，只能试试啊。你都要把它撞走吗？靠！我懂了。还好是这样吧。突然想起若干伤人。这谁知道啊，大哥？我觉得这真的是翻译上的问题。妈的！什么叫放上一个 U 符？不是吧？是要移除一个 U 符啊？真的气死！紧急查看事件。
哪里有紧急事件呢、啊？地图，紧急事故现场。然后呢？怎么了？将。啊靠呗！啊啊，创赛这边有那个车子吗？有。这个是单子会比较多吗？钱。让我来。冲啊！呜呼！他这个有时间限制啊，啊，现在还有两分钟可以给我玩。冲啊！呜呼！应该放，应该是压低吧。所以超白痴的，我把那个石头再推到别的路上，这是可以的吧？就是只要离开那个街道，看起来是。还有几分钟，还有一分钟。有啦，不行，他不能放在别的路上。欸，还有一颗是在哪？ What the fuck？没有了啊，见鬼了！它是插哪一颗啊？看一下，对啊，道路中间已经没有半颗，但是他说却还有，所以应该是这边吧？等一下啊，这个吗？啊，这边吧，应该是这边的。快来不及喽！哎呀，完成了，5000块，紧急事件哦，给的很大方哦。啊、哦，我后来发现啊，直接计程车过去比较快一点，不要自己开车，而且你开车你还要算油钱呢，有点蠢。那这个要有轮式挖掘机、部件刮爪式粉卷机。先去买吧。啊，怎么马上坐过去啊？这个吗？点 P 不是，接受。对啊，超快的，画一下这个一下就好了。然后他要我要这个吧，这一台7000块。嘣。那他的载具我应该是要帮他换嘛，因为那个头好像有好几个版本。等一下喔，对吧？配装哦，这个桶是什么？挖掘，这个是厂，欸？这两个造型不是一样吗？差别在哪？挖掘好帮手，一个是挖哦，一个是嘎死是粉碎。
叮，然后加油站，哎，缺失拆迁，我不是买了吗？拆迁机器人是因为我帮他装的才变成，我看一下。这样吗？不是，啊，它是那个要有那个会撞的那一种吧？这个是什么？啊，靠，这一台哦，8500，他妈的买错了。没关系，那我先接别的。嗯，拆迁啊，都拆迁的啊，哇塞。这个可以，缺失执照啊，执照啊，要考了。他说要粉碎这个。直接帮我跳出来 ，ESC 载具换面板啊，更换载具设备，那只跟我讲这个，没有跟我讲怎么操作。我的手不会动啊！我怎么动手？是载具吗？要换这个吗？这样吗？他的之前控制是左右手。嗯，好，研究一下啊。嗯，这样吗？哦，我懂了，他要切两个。切换模式。这游戏啊，我自己真的老实说，它的教学真的是，应该是说不符合，就是没有很到位。虽然它这边在这一个 H 这边有说会切换模式，但是我觉得它需要做一张图去明显跟他讲，至少跟他讲说我这个使用上的一个初次的使用上，而不是换载。他那个问号只是跟我讲说你要怎么换那个配件这样，因为我觉得他需要的是跟我讲说我可能会在使用操作上第一个直觉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应该怎么去切换模式，可能按 tape 这个提醒，而不是让玩家自己去发现说怎么去自己寻找出切换模式的一个方式这样。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教学上。有点落落。整体来讲不错，但是教学真的是让我觉得很烂。这个我没办法，所以等一下啊，所以应该是要这样。这样，这样吧，然后这样，变成工程锤。其实我觉得用机体去撞还比较快一点。
那不是完成了？还没，还有一个砖墙啊，靠边那边还有剩。哦，这是怎样？歪头。造获得，那我就可以接这个了吧？哎、欸，没了！我考完那个执照，那边就没了，有些就突然没了。他说你必须找到磁费才能打出租车。哦，靠北，还有这种事哦？那这个嘞？看，啊，不就在那边吗？想，我真的蛮傻眼。那个你要先探点才可以那个哦，才可以坐计程车过去哦。这自然计程车不是都应该要知道那个位置吗？不然還。他好像是在这边的这边后面一点点。前方吧。这个。切西瓜，这样会不会比较快到？哦，我去！拆除房子，把垃圾扔到容器内，垃圾就垃圾，还有容器内，这是怎样？他说。为了避免轮子或履带撞击锐利，你可以更换需要的什么？是爆炸物吗？这是墙吧？啊，这个吧，垃圾，因为爆炸。为什么一定要先拆内墙才可以拆外墙？这我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理解。外墙可以直接从外墙开始拆，内墙就可以直接全拆了。因为我觉得是真的很蠢，先把内打掉嘛。它还有垃圾哎、欸！我、哦、靠，这些。这是什么？他是要我小心这些，不要撞到啊！嗯，还有哪边？不，超远的那个。哦，有一个更远呢、欸。不是这一栋吗？为什么还要连别的地方都要装载？掉出来了，真的很难丢哎、欸。
我一个垃圾在隔壁洞，我要跑去那边接哦。那这个该不会也要拆吧？两栋，不好意思，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跑来这边捡垃圾。这搞定了，然后要拆内墙吧。老方法，拆下盘。那滑鼠按着，左键按着，它就会一直砍，挥击。好，搞定。然后拆炸。OK， 所以他才说要怕会撞到吧，没关系。先来推。我的车嘞。这撞到是会爆炸、还是那是静止撞到？感觉像是不要碰到那一个东西。欸、真的耶，他是要拆两间。这个应该是原本是铁丝网的那个吧，那个支撑点吧。那个不就可以用这个拆掉吗？靠，太高了。那个刺刺的，用这个把它推掉不就好了？对啊，简单，这样根本就不用换那个履带啊。然后再用这个开挖。因为它是在高地上啊，有失控。所以没办法用推的上去，因为它地形是那样子，所以只能用挖的。哎，这好像不用喷水的样子。像，像，有点失控。嗯？到底哪一个是升高啊？靠，我懂了。这样吧，等一下，是不是换错了、等一下，想要换这个吧，这个粉碎。对啊，用这个的话，真的刚拆内墙真的是多此一举，这个有点笨笨的。等一下啊，哦，这样，我不知道，左键是升，右键是下。
这样吧。啊，原来这个也要破坏，是不是？我看一下，啊，地板那个也要。哎，怎样？卡住了。基本上，如果是拆房子啊，应该也是一样，就是把地基给拆了就没事了吧。所以这样吧，哦，不行，还要再这样子。而且它上面掉下来的东西也顺便把我要拆的给拆了嘛。想看一下，这样子。那先熟悉一下，但是我觉得我快上手了。拖着他前进。完美。应该是 OK 了吧。然后换下一个。然后先切这样子，先把它拉高。我突然会用了，然后等一下来一个完美的攻击，然后先切这个模式，哎，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放低这样，这样子，好 ，Go。哇，金钩币！这样我就不用一直调了，我就用有点像是金钩币的概念。真的完成了，好，我大概抓到诀窍了。看有什么可以打的。那钱不够，我现在只能解这个了，又是这个加油站。这是重复的啊，同一家，就是我之前已经有来这边拆过了，然后他这个地形回复了，他这个看起来是没有按照那个就是。实际状况，他就感觉有点像是就是任务，就是一直帮你回复回复这样子，他只是给你一个解的过程这样。那这个地形，我记得我刚刚前几个好像就接过了，然后他又把它重置了。对啊。一模一样的 ，fuck， 没关系，但是我有给吸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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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哈哈，就是这样一直转它就好了，秒拆，反正它这个就是它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它。不能拆的，他不给你拆，他就不给你拆。
所以对我来说根本不用在乎会因为不小心去猜到不该猜的这个议题，我就是疯狂的这样子。这个电钻真的很猛，比我那边一开始他们敲那个，就是用大锤，那一个一个敲的，是快多了。因为大锤每要敲一下才不知道花了，这个每秒几十万上下的概念。我觉得第一个要买的工具应该会是，如果以工具来说，这个可能是最佳首选，因为这个完全可以取代那个大锤。超舒压，对对对对对对。你的任务完成了。瞬间完成。然后去买那个机械，那个看一下，因为我那时候以为外面这个摆设就没了，原来里面还暗藏 一台小台的。默认尾巴，什么叫遥控机器人？必须将当前工具切换到遥控器，还可以这样子哦、喔，远端操控。但是还是要先考执照。把电线放到容器内，什么意思？检查点。八、欸，真的有哎、欸，我、哦、那一台在哪？哦，它是这样的，遥控玩具。但是要拆掉这个是不是？那一块没有拆掉，没有压太低，再把它压低一点，这样子，一直拖地，叮，拖地的时候就非常难控。电线，来帮他切那个。这个是要把它吊起来，
手持升降啊，这个有吗？好像不是主体。对啊，嗯，啊，所以我自己过去是不是？等一下啊，要怎么勾啊？嗯，嗯，用扳手或手电筒固定。扳手，这样吗？啊？还是我自己拿起来就好？不行啊，这个好像需要它。看一下，哎，亮的。所以是这样吗 ？No， 看一下啊。哈？那这个是亮的，但是我要怎么勾上它？连接啊，有了。哦，哦，这样吧。我在等。我觉得啊，他真的需要为他的机械做一个图画的说明，而不是选择让玩家自己看着他的操作说明去做操作，因为要想老半天，太不直觉了啦！万一那个人打劫了怎么办？难道他要等着这个游戏被退款吗？真的是哦，我真的觉得他的那个教学有很烂。因为不能以他你说我把操作说明给你，你自己去摸这样的态度去跟给玩家，因为那样子的话，这个玩家如果他比较不会玩游戏的话，你要怎么让他可以快速上手呢？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真的太烂了，坦白说，嗯。直接过去吧。但是出租车不用钱呢，我看我钱没有扣啊。哦，可以进来啊。
是前置作业，还有哪边啊？是把它撞烂不就好？到底为什么要拆电线？是要回收再利用吗？一个在上面的样子，我要开拆了，拆除桌子跟那个，我先把那一台叫过来。在哪边呢？它叫点竟然在这，有点距离。推，这台等一下去加油了。Go， 那不是快多了吗？虽然自己敲也是可以啊，拿那个电钻机，不嘟嘟嘟嘟就结束了。拆除人行道，哪边啊？人行道。拆除混凝土，那我要用那个遥控机，是这一只吗？对。然后帮他换那个开始玩路，还是喷一下水好了。等一下，那个房子可能要喷一下，哎，掉了。这样撒一下就好了吧，不用，还是里面也要撒。应该够干净了吧？乱撒一通，应该可以了。开工，机器人开启。这个没办法这样钻哦。可以啊，把这样一路顶过去。冲啊！有点麻烦，用这一台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强度，因为它是毕竟它的破坏力不那么强。等一下，那不要用这一台，换 B 计划。这个果然还是要靠这一台。这个吧，终究还是要靠它出手了。那他用撞的直接就把它碾平，比较快一点。那其实一开始用这一台就可以搞定了，那连那个，等一下我看一下，切模式，等一下，然后这样子，啊，怎么只挖一半？这样有点怪怪的。哎呦呦了！可能要再低一点，这样。我懂了。
等一下，我换一个方式，因为我发现这种录音机器比较慢，那这样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啊？这个可以敲吗？不行哎、欸，它就一定要这种，好奇怪哦、喔。我觉得这可以用钻的。哎、欸，不行啊，算了，这一台不行。那换这个呢 ？Open， 它、啊、这个一定要这样钻。可是它这样钻这种大片的，它因为它是钻点嘛，啊，很麻烦，就是清不干净，就是会有这种有点麻烦。我觉得它跟我用手上那个电钻完全是一码的事啊，应该是一样的概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手上那个就不行。然后，因为它这个机器的操作当然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像这么小块的话，让那个手抓我觉得比较有效果。但是就不行。冲啊！先用这样拿，快速前后。而且它这个也不是全部都要拆，它的数量只要到达就好了。真的是让我唯一觉得最莫名其妙。我猜的不干不净，他也可以接受。冲啊！哦，大灰尘。瞬间完成，灰尘大概都100多左右吧，那个惩罚太少了，我变得会变得质疑说，那喷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紧急事件，查看地图，又是这。啊，所以又怎么了？手持，那、啊、给我，我、哦、干，是什么？先要叫两台吧，一台是这个，然后一台是这个，然后启动灯。就真的装得开吗？哎、欸，好像可以哦、喔。装不了。如果按照我的逻辑没错啊，石头按照它的物理碰撞引擎、啊、大概把它四周给踩了，上面自然就崩盘了嘛，因为它掉下来就碎掉。
知道吗？这种建筑物就是要找最可行的方式啊。当然，真实当然不可能这样了。因为他做的太半拟真了，让我有点觉得有不太拟真的部分，让我就觉得是可以偷鸡的部分了。是有在钻吗？像没有。这样应该就毁了吧？出发。怎么一块大的在那边？等一下。把它顶回来。哎，这怎么是反勾回来啊？算了，应该是下吧。就中间那一块没关系，是不是？摧毁了。那是最好赚呢，这紧急事件就根本来刷钱的。然后他这个好像是什么地产吧？说，如果我现在买下这一块地是这样，够吗？有保安的停车场，凭净值收入，它有点像是我买那个，算是额外赚的吧，分配功能啊，雇用价格会怎样？五分钟后到位啊，他会帮我处理是不是？啊。所以功能是这样用的，好吧。可以用来租赚钱，所以意思是说，我再雇一个这个，然后看一下啊，然后我现在比如说我再买这一个，啊，我没有东西，所以没办法啊，不管它。啊，我要先去觅食吃饭了，所以先关台，晚点再开，就这样，暂时收台。